屁啦，为什么可以这样啊？呀，冰巧，哎呦呀，哎呦，他不要了，哇！看好了，来哦，全雷打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，为什么是我被啊？我来一个幽魂追踪。这个招式是不是其实很强啊？他 CD 超短的哎、欸！我走了，我溜了，我溜了。哦，动活动，我来着，哎，不一样。活动，哎，为什么没撞到？嗯，动。完了，对不起，哥错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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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错了啦！我今天有想到一个玩法，我们来当隐形刺客。我已经重获新生了，我不再是之前的我了。看好啦，我们走个转角隐身。好，我们隐身没有，就先拉扯。好，我认真了，认真了，不搞耍。先离开，先离开。就这个了。我们不要双刀什么，我们就……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就像这样。哎，屁啦，为什么还挥得到啊？不要啦！你。哇！哇！啊！错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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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错了！我还是一直跑吧。隐形刺客要来喽！哎，没事没事，小意外而已。哎，小意外而已。你讲疯狂乱斗有被针对跟没被针对真的差很多。昨天在 RY 的那个粉丝赛就是疯狂乱斗第一名。然后就是没人针对我，有够简单的，走开啦！就我家哎、欸，东东很有主见的嘛。你叫你走开，力气听不？力气啊！不要 ！No！ 错了！啊，怎么又是绳索的？哇！我们等那个爱心，我昨天就是这样，我就是在上面一直跳舞，然后等那个爱心，来来来来，有了有了，就开巨大有没有？就这样，没人抢得赢你 ，OK， 然后就继续跳舞。一般来讲，你在玩路人局，大家都不认识你的话，这招根本神技呀、啊！我又被练住了，哎，哇哇，打我一下！打我一下，让我飞起来 ！Nice nice， 谢谢谢谢。干嘛了？怎么这么多人？上去上去上去！上面怎么还有人 ？OK OK OK， 别再顶头了，上去啊！呜，还好我变大、啊。古仰不要不要射我！不要啦！屁啦！我们先丢个幽魂啊、哦，然后在这边等下沉，然后再飞过去。喂！哎呦喂呀！哎呦喂呀！喂呀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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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呀！不给动啊！这里有美。不要随便飞过去，那边有地雷，不要随便过去。不想玩了，我要吃生命，不管，我要吃到。喂，被抢了！哦，你在干什么？你这小王八蛋，抢走我的爱心，抢！哎呀，哦，晚了啦！
不是，他从天而降，我哪知道他会跟我抢啊？为什么我惊叹号了 ？OK。被噎到，我有没有抢到？我有没有抢到？有哎，我有拿到，可以。走开啦！拿个羽毛，绕跑，绕跑，哇！完了，哎，还有，喂 ，OK， 闻了，不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就你会变大，就你会变大，你还要上来吗？那个没回溯，我们先打他。哦，来玩一下一些没玩过技能好了啦。炸弹仔，反正玩什么都会被打嘛。我们要打架就玩一些特别的技能。炸弹仔也是一个被低估的很强的招式，知道吗？哇，哇，不行，我们再一次，凡事都要给第二次，我们凡事都要给第二次机。没关系，俗话说得好，事不过三。我们在这里围一圈地雷，有没有？这可以炸飞吗？有哎、欸，好像没什么用。那特殊道具就不去抢了啦，一堆人。哎呀，不想玩了啦！哦，走开啦！起飞喽！再来一次，我们绝对领域，先这样子放一圈。哎呦喂啊！哇，满天星！哇，哦不，算了啊，好啊，没关系啊，都这样。我昨天看到一个很猛的点，等一下、哦，那个点在哪里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蛋鸡呢？给我撞一下，溜了，走了啊！不要！是谁？蛋饭三号是不是？蛋饭是不是？好，错了，我错了，还不行吗？就是这个角落啊，这角落是死不了的。超强哎！打什么啦？你打什么打？啊？你们在打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先变大，怎么被弄起来了？走开啦，改名哦，走开啦，不要，那个要飞上来喽，我们准备好巨大，哦，那是滚蛋哦，它飞去另外一个那边呢，啊，怎么办啊？最后一条命啦，算了，我们等那个爱心，哎，要升了，赶快切进啊！那里怎么会有一个东西突出来啦？干嘛啦？可以给东东买个冰箱。就死不了，走开啦！哎，不要飘！就死不了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，屁啦！哎呀，算了，我们不可以相信这个烂点，烂死了！到底谁发明的？谁想到这个？不要，走开！操场咸鱼，咚，这样都不死，你看什么看啊？回溯很强是不是？幽魂，下去！哎，不要了！下去！不要！哟，我们快要下一把喽！你们还要？东东，不要！